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华，又到了游戏分享时间。今天话就是这个游戏哦，叫刀剑劈女，它是劈女，刀剑劈女应该是劈吧，劈齿的劈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看一下服哈，点击选服。它也算一款蛮新的游戏，可是它的服的话已经有了四个服，当然最新的服叫桃之花，还有樱之花。橘汁那个是什么意吗？还有这是什么桂呀、啊？桂枝哇，好难念呐、啊，我都不会了。所以这里的话，我们就进入试服。他不懂哟，他给我感觉上就好有点像是那种日本风的游戏，你有感觉到吗？他让我看一下啊。哦，OK，不是说日文哦。我觉得你们浏览自己看吧。我就跳过吧，因为都是说日文的，我看就是想我听啊，我也听不懂，然后我看的话又浪费时间，所以就觉得让给你们自己看会比较好。然后这里的话是什么呢？这是选择角色吧，应该。OK，他是叫我点什么？诶，可以这样稍微摆动哦。啊，就只是这样子呀，有什么特别吗？那也没什么特别吧。然后。哇，有几个角色哦，哦，三个而已哦。你看这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然后他们有什么特别吗？等一下我看一下啊。可能装备上都一样啊，他就只这个不一样哦，因为这个还没有武器哦。然后当然他的那个是什么？化为神锤能打开天界之门。诛天，诶，什么灭天诛地哦？现在已在穿林中损坏啊！这是他写的怪怪的。传说中的妖刀，持有者必须拥有强大的意志力，否则会被剑魂控制，失去自我。OK，再来，这是某位什么陈发，但是陈嘛，陈发热血青年的爱。的爱刀可以释放出月牙冲的强大攻击，具有强大的灵力。当然，他这给他写的给他很不明确，我也不知道哪一个角色对哪一个角色，所以我就用这个吧，就用它，因为我看他感觉上他比较强。来，游戏试完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游戏了，开始。当然，比较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属于一款怎么样的一个游戏哦，这是我试每个游戏最期待哦。因为怎么说啊，一些游戏的那些怎么说，你一旦进去玩了过后，你就会知道什么叫糟糕。我是真的玩过这样的游戏哦，就是当你一进入登录画面过后，你就不想再继续玩了，真的有哦。一下，哇，这怎么这么多对白？那是什么？那是我不明白，这样我也不明白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就一大团字冲过，所以我们这里就别理他，先我们进去战斗，我们看一下是怎么样的一个战斗方式。OK。然后我这么多角色吗？OK，啊，打法怎么这么奇怪的？OK，它是属于回合制哦，这样子是回合制的游戏哦。OK，哇哇哇，我真将你不死，是不是这样讲？而且你看他每一个，他应该是每一个，他应该叫将军吧？哇，有没有？这也太限制级了吧！OK，而且好快耶！他战斗画面并没有乘二、乘三、乘四什么都没有啊。哇，轻伤，原来他轻伤是有福利的，明白？重伤呢？哦，重伤也是这个福利的，明白？然后其实有一点无厘头，有一点无厘头啊，因为我现在还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一款怎么算是什么样的游戏啊？算什么样的游戏还不知道？追击哦，我先按追击耶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把它干掉吧。重伤。哇，宅男们最爱的游戏啊，这应该是这么说吧？他的重伤跟轻伤都有福利耶，开玩笑。OK，我们就点击，当然他没有跳过也没有办法了，我们就只可以一路这样点着去先。我也是点击屏幕给他继续就对哦，因为他的那些对白的话，就留来等你们有下载的话，有玩的话你们自己看吧。当然这里的话，我已经点击完了，你还来个你到底是要怎么样？是应该让我进入游戏吧？登录，他登录，这是登录画面吗？哦，原来也要点哦，你要点荧幕哦，你没有点荧幕的话，他那个是不会走的哦。
OK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不明白，等会儿再告诉你。对的，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，有没有？哦，你看还有欧巴、主人、陛下、大叔，我该写名字吧？叫我名字就好了。游戏试玩可以，他这个不错，他这个梗不错，我喜欢哦。还可以叫他大叔什么之类的哦，这梗不错。五通是什么东西？招募，他这个招募的话也算是英雄的一种吧，因为你们该有看到吗？他们的后面都有跟住那个小兵哦。真的有跟住小兵的哦，所以啊，这点的话，我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先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进去一步一步玩哦，因为必须要进入状况里面哦，不然的话，搞这等下你到了游戏结束视频过后，你还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，就屌了。OK，好吧，然后我们就去初期，当然看一下他的那个方式，如果太过于简单的话，我也不会分享，就不用分享太过于长吧，太过于长篇哦。就直接哦，带过就行了哦。然后这里的话是要怎么样？OK，你看，就是这样子哦。你看，OK，白刃战，我直接打到他全部衣服都光完了。他只要一阵亡哦，他的那个衣服就会爆裂，就这么奇怪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。游戏设定哦，你看它有好多字哦，你看输入60445，大家一起拿紫色名将哦。他们有诶，这游戏的人全部好团结，你看614482、610766，这全部可以拿吗？等一下，我想去试一下，我要等他教学完先，因为他现在教学是绑定着我的，就是锁定死我，我做不到其他东西的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哟还射箭呢，我们先冲过去吧。你看我只有那个白刃系的那个，还后面有兵哦。然后我的那个另外一个没有，哦，你看嘛，重伤就有福利哦，再来，又来哦，你看福利又来，又福利，太好了吧这也，斩杀，OK，我们点击继续，其实它是属于一款就是比较简易型的那个，应该怎么说，回合制游戏哦，这都是回合制哦，就是一个回合一个回合这样打着去哦，所以诶，还有快速治疗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快速治疗是买的。哦，然后返回这个东西是有什么用处吗？难道是要它在我必要的时候，编队都有了。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哇，这么多队呀、啊，太好了吧？这也兵装呢？兵装是什么意思？兵装的话是属于装备吗？还是什么东西？骑兵哦，兵装哦，这可以装兵的关系，装兵吧，骑兵10只10只10只哦，你看，明白了。所以这里的话，我们去点击屏幕继续，然后我们去讨伐。当然。它也好简单哎，你看它的那个，它这个是我现在走着的是剧情哦，就是我要一路打着去就对了哦。但是我也觉得，不会很难吧，不会很难哦。它在无论是控感上啊，还是你要了解这游戏，真的不会很难哦。它就是很简易性的哦，很简易性的那种战斗方式而已哦。还有摆阵哦，这给炸到吧，快速战斗，剩10次哦。当然我也可以选择快速战斗哦。OK，就选这个阵嘛，这个阵比较强啊，感觉比较强啊。哦，然后就冲，当然那个我记得有什么伤害啊，就整堆兵这样往前冲，有什么伤害吗？哇，我酷，轻伤，看到吗？轻伤一幅就破完了，重伤还得了吗？哦，重伤也是一样哦。其实它轻伤跟重伤，它的衣服的毁坏程度是一样的，所以也不用想哦。但是爆那个彗星一击我就不知道了，就所谓的 critical hit，跳过，这个是跳过吧？然后当然也一样哦，就是进攻就对了，进击还是要进击耶，不是进攻哦，进击哦，因为感觉是进击的巨人这样的感觉，进击哦，来，他成仙荒，他就说他完全没有那个角色战斗的那个痕迹的哦，他就是以这个方式哦，就你看就像一排一排这样哦，然后这样子来战斗，看到吗？OK，然后就来，不用看了啦。这群女生绝对是全部衣服破完了啦，这样说嘛？下，OK，看到吗？哎，衣服破完了，而且我感觉上哦，我的角色全部好强耶，是真的吗？还是错觉？哇，直接哦，你看，当然衣服破了，你看哦，轻伤了，哎呀，轻伤啊。你要不要打轻伤去？他好像是只要50%哦，就是轻伤哦，50%就是轻伤哦。OK，强兵哦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来的哦。但我们就一样嘛，就进去快速治疗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就你，
返回，然后应该可以编队吧？诶，不行吗？不行编队吗？成长礼包可以领取哦。OK，然后打叉。然后现在你还有做么？成长，成长是什么东西？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这个放上去，这个是要干嘛？确定。强化剑谱，要强化了会有什么用？待会我先注意看啊。OK，我的能力已经增强了，增强的定义是还可以训练哦。训练的话就放一个没有用的，然后就开始训练，还是怎么样？再开始训练？它只是提升等级也有，它训练那那一环是，它意思是只是就是让你升级也有。OK，然后再来一个编队，哇、哦，好快诶，我基本上已经可以拿完了，带完了，带完了，已经带完了，你看，带完了。我已经有六组咯，六队咯，所以我们进去讨伐。所以这好简单呢，这好简单哦。我只能说这款游戏真的很简单哦，不会复杂，不会复杂。所以我们就打多，最后这边吧，把就是第一章三节给解决完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为视频做结束了。进击，诶，等一下，哦，可以，我还以为不行诶，因为它卡在那边哦，因为太多人的留言咯，又什么六什么什么什么号码的，一张哪就好像。就好像大家都希望可以拿到橙色、紫色的那个武将哦，所以他们就一直不断的在放哦，就整个屏幕显得好混乱哦。OK，就是这样。哇、哦，他也太强了，他把直接把后面的兵都直接给干掉哎。OK 了，我最喜欢他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紫色的那个家伙，因为哦，他一出击是打完全部哦，他的不是单，不是就是。不是单体哦，它的是全面哦，就是打完全部哦，全屏吧，那个叫，你看，好乱水哦，是不是？太乱了吧，这也是。前往西，它还可以选择性哦，前往西，然后，OK，一样，其实还有跳过，不明白跳过是什么东西，我们试试看一下，按一下跳过好不好？OK，推荐，当然我就按跳过，我跳过是不行诶。你要通过关了过后才可以所谓的跳过，所以他跳过的意思，大家应该是明白了吧？他跳过的意思就是直接叫做扫荡，那个叫扫荡哦。哇哇哇哇哇，又有新的可以看哦。OK，继续，然后跳过吧，一样跳过吧。他这个应该是你看又有新的哦，又有新的那个，点击退出，然后再进击，拿到了，进击。前往 boss 啊，他有可以给你选哦，这还屌吧？当然，这 boss 打完的话，也可以为视频做结束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 boss 有多强。先把他打一个轻伤，因为轻伤就有福利了哦。来，boss 还没出来吗？哇，boss 最上面那个哦。哦，这轮会比较陷入苦战那些哦。这轮的话，应该没这么容易打了哦，因为6对6哦，加上我的血量还不算全满呢，我刚有受到伤害哦。我看啊，就是这个范围的超屌的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我还他的还会什么？还会 miss 哎、欸？没有差别耶，你这个骗人的。OK，你看他的轻伤，哇，夸张啊！这个轻伤太夸张了。来吧，哦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明白了。你看，OK，解决了，他的 boss 把他 boss 也干掉了。基本上哦，他每一个女生都有不一样的方式哦。他被打到轻伤过后，也就是他衣服毁坏程度都不一哦。所以可以啦，游戏时间也算长了吧。因为对我来说，这么简单的游戏分享的话，也不需要太过于长。所以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们看完之后，我就哇，还有太好多东西哦。你看工坊什么之类的，这个是。开始这什么东西来的？太多了吧？这些东西的话，就有待你慢慢的去研究哦。毕竟哦，像这类型的游戏的话，它的那个范围还蛮广的哦。你大概这样看，你大概知道了哦。OK，这是3颗星哦。OK，好，所以这里的话也要跟大家说声拜拜，谢谢你们的收看。